来了。三个，三个头，还有一个小的。那嘴巴中间又丢了它，这还太小，要接班完毕。叫啊！嗯，气氛。
看到雏鸟吗？天鸟拖出来了，青鸟一直轮流，轮流进。只有这一只有。青鸟两只啊，父母进入，要轮流照顾啊。我说会饿死。出鸟。看到了，我终于看到了。你三只雏鸟都看到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看到一只，
清晨有奶粉吗？有奶粉。啊，你不要赖那个碗。你不要赖。不要赖。两只了。篮球。